过来消息哦，来看华人市区的富开饭店已经拆散了。过来哦，要拆嘛，伫市区中正路的那天立迪饭店。也不过业者是质疑讲，有的饭店会当来补助拆厝的费用，有的袂当。到底哦，标准是啥？大港的陆湖号慢慢驶离开市区中山路富开饭店，转到另外一栋伫咧中正路的那天立迪饭店，准备要拆厝。也不过为什么因拆费用又管付出？饭店业财主他是否可以入住？只要符合建筑法81、82条的规定，那个建筑物倾倒，那有影响公共安全的部分，我们那个政府机关会优先用灾害准备金的方式来处理。事后还要还吗？他是用灾害准备金指引的，他不会跟他说账。观光业者无法度理解是，也比列最红单的汉滨饭店，为什么拆除费用就要业者个支出？尽管伫咧大车路边有公共安全的影响，希望政府加减补贴。那有一些相关的状况，我们可能相关的后续的状况，我们会再跟相关的单位来做一些研议跟讨论的部分。确实，如果说有影响到公共安全的部分，这部分是不是我们用特例来处理？观光业者也希望，目前行政院正伫咧审议观光振兴方案，若是其他县市也要争取，才有阶段性。目前花莲就是上需要到三江的重灾区。小琉球听说已经满到整个8月份，那台东也持续的在回温当中。所以说，希望有关单位能够正视到我们灾民的权益，那这个是我们的救命钱，那希望就是说相关单位能够把火力集中在花莲。管护工那天日子，因为是12层楼，就要先吞土六公尺，才有法度动工，就要拆两礼拜。另外，观光补助部分会加行政院协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